谢支持我喜欢我的人，希望我以后也可以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，继续把我每一部戏演好，继续向老前辈学习。谢谢，谢谢，期待任嘉伦更多精彩的作品。来，因为也是刚刚获奖嘛，然后马上2021年要过去了，是那个回顾一下过去，展望一下未来，简单的回顾一下过去，不是32年，简单的过去一年的工作，过去一年很开心，就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四部戏都播了，然后也播了综艺，也发了专辑，就对我来说是非常收获满满、丰收的一年，所以。未来我只希望自己可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然后继续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一些影视作品啊，然后尽可能的创新一些新的东西，可以让大家看到。嗯，对克莱华影响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最大的感受就是，其实刚刚经历完，就是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老前辈同台，领奖，就是对我心里也是非常的一个，怎么讲？开心的一个收获吧，毕竟可以跟他们站在一起领奖，对我来说就是算是观众对我的一个认可。然后近距离感受的还是不是特别一样。之前。